李克毅、冼正峰等到将军澳电视成为博爱欢乐全晚加彩排。Jenny 为第一次现场跳唱新歌《噔噔》感到紧张啊！第一次 live 啦，咁啊头先就试咗几次，咁啊出晒汗啦，爆晒汗，跟住就有好多嘢要夹咯，因为今次会第一次用 headset 啊，即系嗰啲唔系揸住嗰啲麦咧，咁同平时手揸麦系好唔同嗰个感觉，同埋即系要试好试真啲点样吹啊，因为我哋又要现场转麦，又要吹，又要夹好多嘢，咁所以就搞耐咗少少头先。讲到将会再出新歌，今年出歌的那个频率会很高，即系每两个月都要出一首歌，我哋自己的目标啦，系咯。咁以而家呢个进度嚟睇，应该都未必有时间可以做其他嘢住。